眼神专注，认真练习，选手们紧锣密鼓接受训练。因为距离世大运已经剩不到100天了，就连奥运双金许淑净也是丝毫不敢松懈。看到胖嘟嘟的熊赞来卖萌，大伙儿紧绷的神经才放松了下来。好，举起来喽！很可爱，然后又来这边帮我们加油打气，然后就是很谢谢，就是吉祥物的加持。世大运吉祥物熊赞特地南下为选手们加油打气，一会儿是贴心送上运动毛巾，一会儿又煞有其事的加入热身行列，搞笑模样不但吸睛，也很有疗愈效果。我要这个啦，这个金牌，我也有，我也有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除了要拿出好的成绩以外，我希望世界各国都知道我们的台湾这个地方，我们要用最热诚的感觉，还有给世界各国了解我们台湾是一个相当的一个国家。熊赞这会儿亲自出马，把支持送到第一线，就是希望台湾首次主办世大运，所有选手都能在这个世界舞台上留下亮眼成绩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